是不是因为噴這個東西的關係？這個東西當然可能它這是一個這種麥秘症，這是一個選擇性的內吸性的一個有比較傳導性的這種這個這個殺草劑啦，這通常是這樣，這一般小看如果去應該就是說稍注意一下，其實它還蠻蠻安全的，但是可能有可能就是說去是有一點點你也是臭的死嘛，所以這通常還是多多少少有這種的一個傷害這樣，這個或許有這種可能性，所以你如果知道說就有抓過這種的一個這個殺草劑這樣，你可能比較快對後面對後面來給他抓一下這個吊車這樣就好了，這通常是有這種的一個情形啦。那么在感染病房，感染病房里面我们一般在用这个，我是也不知道用过，这一般来说福济普斯德普这类是东坡啦，福济普拉草大分妹，还是有当时我们抓这个高山草的高地，那么这个比较少用到，但是它应该好像在发并没这个，我不知道，我印象里面比较少用到这个，所以你如果有用，就知道这种东西应该可能有一点点这种的这伤害，那么你稍微来给这注意一下，这样就好了，我感觉说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不太严重了，很多就是可能你抓草药那个时候土比较淡，所以加减会加减会加一挂吼，会加一挂这种的这物件吼，所以呢，可能就是讲伫这个有呢稍来改这注意者吼，我个人是认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吼，那么你伫这个使用的这当中啊，稍注意者安尼就好啊吼，这个因为这支草药啊是用伫好像。我查了一下吼，甘蔗园吼，这甘蔗园内底咧用诶，但是相信伫即个许咧应该是还可以吼，这真侪好像几年前也有人家有问过吼，我较少去用着即个物件吼，应该是会使吼，应该是会使吼，但是就是讲稍注意者后，若是去有食着吼，去食着诶时阵咧。那么这种呢，可能要稍微给他小心一下哈。吊车小甲抓抓，后面讲你确定哎，有可能是这个新买哈，是不是？吊车先抓过看看，因为伊个小啊是有变形，比如讲也是小花白雾白雾啊，不啊可能会认为讲这真有可能哈，真有可能是这个这种是不是温度较低吼？这缺铁性黄化吼，这有当时做不都开始的时阵吼，伊就容易有这种缺铁性黄化的这问题吼，所以你稍知影者。不过就是讲你抓过了，是不是这种这个反应？因为第一张吼，迄叶啊变形去吼，那阮一般讲叫做盲芽吼，这低温引起的缺硼吼，这个也会盲芽，所以。嘛，不一定是这个。那总讲全部拢是一半种啊，可能你也知影讲是抓草药啊，是不是？有可能是杀草剂的一个这个部分的伤害哈，这可能会哈，这有这个机会。但是因为这个药啊，我唔捌伫番茄内底我唔捌用过，所以我唔知影讲是不是会出现这种的这很凶。然后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哈，你得当用吊车，然后因为这盲牙，所以你甲补一点硼。补一点硼啊，微量元素稍补一下吼，伫冷的时阵这样呢，咱就唔免过度的一个担心啊嘛吼，就讲本来就有啊，你小改做一个处理，安尼起来就比较较放心啦。简单来讲是安尼吼，所以你吊车啊，伊本来就会当去改这个草药啊吼，所以那总讲万一那是草药去跌掉啊，咱或许还有。还当减少迄个伤害，但是第一张相片哦，迄种咱讲的讲叫做番茄哈、哦，番茄这个盲芽哈、哦。那么为什么会番茄？为什么盲芽哈、哦？就是安怎的一个迄、那个心的转薄去？这有当时啊是伊的一个种子本身哈、哦，比如讲种的这种的这品种哈、哦。那么伊种落了
起来的的转播吼，转侧面心去种子发芽，但是迄咱咧讲的这个芒芽是因两片吼，迄子叶断开了啊，心尾拢无啊，拢无幼起来安尼吼，啊，这有诶有这种诶一个现象，就子无够成熟啦，是安怎吼？迄生长点啊，这个无正常。这款呢，一个这个情形，这个出现吼，这种呢，啊，这有可能就是咱咧讲的讲叫做这个芒芽的这个现象。啊，这种芒芽吼，当时啊是以啊，这个种子本身的问题吼，种些些些些长啊都快啊，但是你这有发芽啊起来，啊，有发芽啊起来，甲产生的这个芒芽吼，然后啊，已经有几片本叶啊，一二三四吼，第四五片叶啊。所以这种应该是不是种子引起的芒芽，有可能就是这个缺硼，吼，这硼较无够啊，所以引起的一种这个生理障碍。啊，这种若是硼较无够，因为硼含这个生长点有足大一个这个关系，所以你若是讲伊生长较无遐好势，吼，伊就会出现这种啊，咱讲的青霉心啦，吼，这含细长的青霉心无同款，细长是纯粹有可能是种子本身内底一个这个问题。有当时啊，是这个伤过头热吼，比如讲小番茄吼，小番茄拄种啦，种了炸嘛，有诶去拄着这种青霉心吼，这种啊，伊诶一个这个芒芽诶一个这个现象，啊是安怎？因为阵伤热吼，啊你阵有可能拄着较低温吼，因为细长较对这温度较敏感，啊所以拄着低温伊嘛有可能出现着这个芒芽诶这个情形。这种就是这缺硼也会引起哦，所以啊、有足侪种的这可能性啊，咱真歹甲你做一个这断定。所以啊，比如讲像你第二张相片迄种黄黄，迄种心尾小花黄黄吼，这有当时啊，因为你也是干呐较下骹吼，因为你那是缺铁性黄化，是规许拢会拢转黄去，但是这个又很难去判定吼，所以啊，有可能嘛是因为低温所引起的吼，所引起的这个啊暂时的，就是讲小块啊，有一种这个短暂吼，这种这个缺铁性黄化的这个问题啦吼，所以啊，我个人的这个建议就是安尼吼，就是讲你甲抓起钓起吼，啊钓起抓它当嘞吼。啊，五百倍，因为你第一张相片吼，第一张相片伊个心无去，啊，叶啊拢会变黄，啊，这种的作成是杀草剂的要害吼。第一张相片都我都去讲是杀草剂的要害，啊，那第二张相片这种情形都较袂出来，迄、那个青霉心啊，叶啊小花黄，但是呢，啊，比较难判断。第三张的较无法都去判断讲是杀草剂，所以啊，应该是机会是有可能的，讲好像也是有可能是。啊，这个杀草剂的这个要害啦吼，所以呢，你可能爱小注意一下，这啊吊车五百倍吼，这头见面你就先五百倍先给伊吼，然后过三天过看安怎吼，第四天从这种低温吼，第四天因为反应会较慢吼，你若是伊伤害也会慢，啊反应也会慢，要甲救回来，所以你啊你过来过一遍过五百倍吼，大概三天五天过改补一改。哦，阿丽阿姨记得补硼，阿硼等汤五百倍啊，硼大概1500倍到2000倍，一点点啊就好啊。然后用一寡这个含铁这类的这个微量元素，哦，也大概2000倍到3000倍这个倍的给伊，安尼起来，哦，应该两次你就看到伊个出来，这心脉就较正常。安尼是不是已经转两遍，上好会当转第三遍？哦，就是讲安尼啊，知影看你咧转时阵慢慢啊行正常的这种转法，啊，有看到这层较过油，你就啊小停一下，可以转较重，浓度无增加，啊油啊量好较侪一丝啦，安尼呢，那转应该真紧吼，这就会当改回转来安尼吼。那么伊问讲你会当较紧啊，改处理哦好势吼，啊处理了就无啥要紧吼，我感觉讲这个。倒还可以哈，啊，草药啊，兄弟哈，是越快处理越好哈，如今处理如何哈，所以啊，因为你很清楚知道有转过这种哈，有说有转过这种这个物件哈，所以啊，会有可能哈，很有可能哈，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啦哈，这难免哈，难免有这款的这情形，对的，这提供给你做参考哈。